论技术主播还得是我洛洛，现在2500分超级凤凰蛋，我就问问还有谁？我来。就你技术主播科目无极凤凰都没说什么，你倒是无极凤凰上了。你说的是好友排行16名里这个2300分的吗？以前无敌凤凰怎么了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菜就多练。你说什么？说你怎么了？单挑啊！史上最強の術師、現代最強の術師、どちらがチャレンジャーとなるかは、一撃で決まる。最強 VS 最強、ついに激突。あれ？領域展開。おい。パパ、我的小舅舅。そっちがチャレンジャー。ベギー。老铁，这就不真实了吧？不服，再来，这次会赢的。搞快点，搞快点！圆人团圆。